刚提到说政府运作需要那个议员的预算支持，那、啊、这一次那个总预算被砍了、啊，对我们市政有没有影响？还是怎么看？基本上哈，他不是砍，他是这个退回重议啊，重议，那跟砍啊、跟这个删预算不一样哈、啊，所以可能外界对于这个议会运作的情形不太清楚，他是退回重议，不是删除预算，这是两个不一样的事情。谢谢。会对我们市政有影响吗？比如说那个长照3.0啊，还有经过不会，因为重议以后。同意以后就是必须同意嘛，那同意以后，那法定的预算都不会影响，法定的都会，因为法定是国家有保障的哈，所以法定预算没有问题。谢谢，好，谢谢，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好，谢谢，好，谢谢。